17-0，而且还五场没打点。平飞球进手套 ，nice play！ 二垒手林志祥 ，nice play，nice play！ 五星级的守备美技，探地拔葱，耀起接球，空中抓小鸟，哦，把陈志宏的这个飞球给接杀了。这个接杀对统一狮队来说非常重要，否则又可能兄弟相对可以将分数追平。对，如果呢没有接起来了哦，以陈江河的脚程回来得分是没问题。哇，跳得有够高的啦！这样的一个高度啊，跳起来可以灌篮的。哦，跳得有够高的，空中抓小鸟 ，nice play 啊！五星级的收背美技。哦，陈江河也是一个箭步，一个交叉步，剪刀步。